真，完全自信心，时常能面对良心，天不会灰暗，或许是功不抵过，也不会疑问，一片真啊，求成全要牺牲，谁明白我心，论常和义利难分，不知怎去做人，一心想不思共正，却不顾你的情感。某日我活得地分天涯，盼给每一吻温暖不要问，如我没法与你像个疯子，唯望你没有害怕跟我接近。如某日我活得地分天涯，盼给每一吻温暖不要问，犯罪记录全部交晒出嚟。容永杰今日下昼两点钟会喺广州翻嚟。阿伦德话 ：Andy、Billy、Calvin 申请配枪，准备行动。Yes, Madam。江 Sir， 我已经知会咗律政处，一切准备就绪，等我哋嘅证人一到就可以正式起诉任福善。死之前有冇讲过啲咩啊？佢讲过唔知乜嘢 pass 咁样，根本听唔清楚。passport？ 我哋都以为系啊，但系根本喺佢身上面搵唔到 passport。passport 系电脑嘅 passport。Madam， 冇问题啦。呢四個 file 都入到，證明呢本簿裏邊嘅 password 係正確嘅。可惜第五組嘅 password 睇唔清楚，如果唔係，即刻可以睇到任福善嘅罪證。呢六個位咧，可唔可以逐個字去撞嘅？一個 password 可以有英文字、數目字，甚至乎符號都得。所以一個六個字嘅 password 總共會有3000多萬個可能性嘅組合。
咁啊，一分鐘我哋可以試三個 password， 一日就有1440分鐘，一個禮拜我哋就可以試30000多個 password， 所以就算你俾10個人我試，都要試成年先至試得曬。為咗方便記憶，有好多人都會用一啲同自己有關係或者係有特別意思嘅字母嘅數字嚟做 password 嘅。不如我哋再試下睇下任福善嘅個人資料。嗯。Adam， 任福善嘅律師要求即刻接佢當事人走啊！啱啱好4.8個鐘頭。Madam， 我會暗中監視佢，然後等你嘅指示。行啦，姐。不如試下佢車牌啊！任生，陳律師，咁遲先嚟啊？佢哋 ICAC 話要等個48小時先放人，啱嘅。全世界都要講法律，講證據㗎啦嚇。有證據就拉人，冇證據就放人。任生，你助手嗱等緊你。Good， 佢屈咗咁耐，出去揾兩條女 happy 下先。兩位樹慢慢繼續捱啦噃。啊，多謝曬啲咖啡。唔使客氣，啱胃口嘅。實有得你飲嘅，睇下啲。試下公司旗下兩隻股票密碼338482。都係唔得。佢走咗。哇！老奸巨猾慈父，佢個仔英文名叫咩啊？阿 Tom。Tom，T-O-M。同寶寶上面第五組 password 最後英文字母一樣喎，冇錯，試下 T O M 啊，但都仲爭四個字喎。佢個仔今年7歲，9字頭，可能係出生日子嚟噶，90年3月3號。90年3月3即9033啦，但都仲爭一個字，可能係出生嘅時間。由0至9，同我試下。好。福华街，老细，转入福华街好多人嘅喎，我哋变唔甩咯。叫你过去就过去啦。系。剛才揾緊架車去緊邊？你坐喺附近兜兜啊。OK。我好似部機。係。將呢個範圍放大佢。通知你夥計，將軍澳環保大道有交通意外。Yes sir。問過所有目擊證人㗎啦，架車入邊只有一個人走到嗰個屋村喎。唔該。車都凍嘅，車通知封鎖。係。你哋繼續留喺度，等我嘅指示。頭先佢喺福華街，照計冇理由咁快到將軍澳環保大道。福善做咁多嘢都系想带我哋游花园，有冇嚟西面？揾佢相反方向。喂，收到。江 Sir， 啱啱收到大老山隧道嗰边嘅消息，话佢哋嘅自动缴费站扫描到任福善登记其中一架车经过，起架啦！跟住佢。
系争中间个字喎，唔系出世嘅时间，又唔系岁数，中间个惊系咩字啊？诶，江 Sir， 我系邓邓，江 Sir， 咩环境啊 ？Madam， 我哋已经查翻任福善嘅争，呢条友搞咁多花样，目的都系想避开我哋走佬。如果我哋再揾唔到个罪证，都系等于白费心机嘅啫。等于白费心机？喺9033之后加个等号啊！好啊 ，Madam。喂 ，Madam， 江 Sir， 佢哋换咗架大陆车，一定输翻大陆噶。喂 ，Madam。Madam， 得啦。系呢啲啦，江 Sir 啊，有料到啊，即刻拉人啦。系 ，Madam，Action。ICAC， 请你落车。点啊 ，Sir？ 又玩乜嘢啊？任博士，你涉嫌同联交所多宗收受利益案有关，而家要拘捕你。你有权保持缄默，你所讲嘅一切我哋会记录低，明唔明白？我明，我仲有权打个电话俾律师添，老细。咁多个字嘅，你打去边度？保持缄默。咪啦 ，Madam。点解会冧机噶？有病毒啊！喂，系啊，江 Sir， 部电脑被病毒干扰啊。点啊 ，Sir？ 系咪请我翻饮咖啡啊？喂，今次要饮卡布奇诺噶咯噃。系 Madam。唔好意思 ，Madam， 帮你唔到，我翻出去先。阿姐，打电话俾江 Sir， 叫佢即刻拉人啦。但系啲资料，朝早啊。律政署嘅人睇过呢饼带，认为够料落 charge， 任福善今次一定走唔甩。江 Sir， 今次好彩你机警咋，一早部署好晒，如果唔系，实俾任福善走甩。何止机警啊，身手一流，枪法又准喎。使乜讲？唔系点做高级调查主任啊？我都想饮下午茶啫。其实今次最大功劳嘅都系 Madam， 如果唔系佢谂到呢饼 CCTV 录影带，我哋根本唔敢拉任福善。辛苦晒大家啦！
今日可以早啲走，聽日咧翻嚟接新嘅 case。唔係喎，咁都叫早啊？我知道今日大家都好辛苦噶啦，我請食飯啦。喂，大伯，點做啊？冇用，我出。我想食筷子啊！咩蛋啊？今晚一齊啊！好啊！我今日唔得閒啊，下次啊！哇！真嚇死我哋啦！咩男女一定唔好玩噶，係咯，嚇親把我！喂，咪做鬼啫！打你馬啦！唔使走，4200我喂。走咗啦咩？我专登等埋你噶。有事啊？我真系好想你一齐去嘅，不过班手足。我明白嘅，如果我去嘅话，大家冇玩得咁开心嘅。佢哋冇嘢噶。我知道，班手足好帮得手添，不过上司同下属都系保持距离好啲嘅。照Madam你咁讲，如果我想请你饮杯嘢嘅，咁咪好尴尬。咁普通朋友式嘅约会，我都会应承嘅。叶小姐，请。咁我架车点啊？如果你唔介意嘅，我听日兜你翻工啦。咁我咪无端端多咗个司机，麻烦晒你喎。同你做咁耐同事，都系第一次同你廉政公署之外的地方饮嘢。既然系咁咧，就一不离二啦。饮完嘢，我哋一齐食饭咧。佢哋等紧你嘅喎。佢哋等我埋单啫。我肯应酬，班伙计好开心嘅。咁兩餐都要你俾，咁咪雙重損失。難得Madam上面，請都請唔到啦。咁多謝啦喎。我去打個電話。慢慢。咁啱啊！要做女朋友啊？唔系啊，唔使唔好意思喎，男欢女爱好平常嘅事嚟嘅咋。好啊，我晏啲过嚟揾你啊。其实我知你噶啦，冇翻咁上下诚意，你系唔会单独咁约人出嚟嘅。喂，个女仔点噶？系咪好靓噶？方小姐。诶，冯经理，你嚟咗啦。系啊。你要嘅资料我已准备好晒。好啊，我即刻嚟啊。你又攞啲料先，我帮佢写线稿啊。唔阻你。唔好快出嚟啊，你等我。拜拜。做咗朋友啊？系啊。女朋友咧，我哋已经分咗手噶啦。我有啲急事啊，我想先走先。你去边啊？我车埋你啊。不如等我翻公司攞车。好啊。喂，见唔见阿江啊？江哥，喂，你仲有同我联络嘅咩？头先我见同女朋友饮茶，我转个头唔见到佢咯。系咩？十四姨，你同人哋分咗手成三年啦，你唔系咁都呷醋啊嘛？喂，再见亦都是朋友喎，我关心下佢，睇识啲咩女仔都好嘛。你又唔系话我识穿你女人仔心态啊？你又梗系想证明人哋个女朋友个条件冇你咁好，跟住你同自己讲啦，啊，原来我当初同佢分手系冇错嘅，系咪啊？哈哈哈！懒叻咁样扮成个女人专家，都唔系扮噶，你哋教噶。喂，系佢哋啦，快追佢啊！快啲啦！最近咩样啊？快啲啦！快紧咯！你咁慢噶，咁快啲啦！架车唔系我，你知唔知噶？
死啊！呢次你话我点同个车主交代啊？咁你咪入晒我数咯！唉，自摸爆棚啊！位位32，阿妈子啊，食咩嚟啊？今日你咁旺嘅？咪系，好似隔篱三叔公话头，老马都有火啊嘛！唉。 我都话啦，生意咁好邪噶，打啦！唔打啦，唔打咗。呢啲生果啊！喂，仔孙啊！系啊，文仔你真系孝顺啊！喂，阿婆赢咗钱啊，听朝请你饮茶。唔使啦，亨年你讲句我都好开心啊！真嘅？系啊！系啊！13姨，呢条裙啊！哎呀，唔该晒，文仔。仲有呢啲咁嘅舞台剧飞啊！系啊，我都话你唔信路就唔好同我去买咯。 唔係啊嘛，你問心嗰句啦嚇。喂，文仔，你可唔可以改口叫翻佢哋做2342啊？你想我改口咩？亨年，真係曳嘅啫。10字前面咪幾 OK？
高級官員，仲要中埋六合彩，你話 fit 唔 fit 啊？幾分人夾啫！以前咁多個師兄之中咧，我最仰慕係你，最崇拜係你，連最早結婚都係你。喂，你都唔輸蝕啦！大學畢業，遲啲話做埋 ICC 添。喂，你賺曬佢得㗎啦，唔使賺我嘅。自叻你啦，半工讀喺度讀呢個預科，連大學你都話唔讀。誒，呢句啱，唔係佢唔收我，係我唔讀佢啫。係咯。一睇你個樣啊，知全個孤兒院最醒係你啊！喂，不過講到呢樣嘢，你兩個好似唔夠我醒喎。呢個消防隊長鍾慶龍，佢防火組已經4年。最後呢個係何振聲，亦都係消防隊長，做咗3年半。江 Sir， 同大家講下防火組嘅運作。防火组系消防处属下一个部门，佢哋负责监察所有公众场所嘅防火设施，工程事先由防火组审批，工程完毕之后，防火组嘅队长检查合格至批员工纸，冇员工纸，商铺唔能够领牌，住宅唔可以入伙。由于权力大，好多商人嘅利益都受到影响，于是贪污贿赂就有机会发生。消防处最近收到投诉，怀疑有人收受利益。东九龙区嘅防火组主管李 Sir 主动同我哋联络，希望我哋协助调查。李 Sir， 各位，我哋消防处嘅声誉一向都非常良好嘅，希望各位能够协助我哋揾出呢啲害群之马，希望啲市民对我哋消防处回复翻信心。我哋廉政公署将会全力监视东九龙区嘅所有队员，到时希望李 Sir 同我哋合作。一定。有杯。诶，朱 Sir， 多谢晒你又中几百万六合彩啊！诶，好彩啫，好彩啊！我哋次次搭沉船，冇次好彩，冇次中。系啦，未必嘅，话唔定下一次大家一齐中3800万咧。哇，系啦系啦，朱 Sir， 你睇个样咧，有冇运行噶嘛？诶，有，大家俾心机做，偏财正财都掂噶。哇，多谢晒，多谢朱 Sir。喂喂喂，唔好客气啊，食嘢啦，食啦食啦，嚟嚟嚟，食啦食啦食啦。今朝個地盤冇問題啊嘛，完全唔掂。但係收尾個判頭暗示話俾我聽，如果由袁公子，佢會識做。你點答嘅？我話俾佢聽，我哋防火組係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工程有問題，邊個都冇情講。啱啊！除咗我哋值得信賴嘅嗰4間工程顧問公司之外，其他個工程要檢查特別。一次都唔可以出錯。我知點做啊，朱 Sir。我睇住你出身，你做嘢我放心嘅。反而阿星咧，睇緊啲佢。我會。人呢？上，外檔拉住外檔上。上，先個成先。二四，盯住就中六合彩啊！盯住，你餓佢啊！係啊，食啲嘢啊！你焗壞咗個腦啊！兩場馬輸過幾次人啊？食嘢，去補飛啦！喂，仲補飛？買咗算啦。喂，搏一搏唔使咁頻撲啊。係，好心你冇咁難度啦。唔係個個咁好運中六合彩嘅，剩翻2個錢啦。講得有啲道理。橫掂我哋一陣間又過大海。嗯。啊，今晚我哋過澳門食翅，學一學佢。你點啊？今晚我唔得啊，約咗2個死黨去我新居食飯。咁都好啊。嗱，或者下一次咧。好啊。食得啦！試下哇，又有西瓜食，正啊！呢嚿，嗯，好甜啊！唔該曬，夠眼光啊！你把口咪仲甜。咁啊，講真，阿嫂啊，真係入得廚房，出得廳堂嘅。咁啊，梗係啦，如果唔係我都唔娶佢啦。有冇照顧係仔定女？仔女都好啦，預咗你2個做繼爺噶啦。哎呀！咁啊，我係大時，你係細，大包。我服咗你哋啦，咁都有得玩。系咁嘅。喂，龙哥，我13E咧个男朋友咧有单防火工程咧，成日都攞唔到完工资，想睇你帮唔帮到佢手。哦，你走后门。哇，你唔好咁讲啊！喂，如果帮唔到，真系唔好夹硬嚟。咁啦，你翻去抄下单工程嘅 reference number， 等我了解情况先。多谢你，但系真系帮唔到，唔好夹硬嚟吓。我知点做噶啦。唔该晒。喂，你两个后日面试 ICC 喎，预祝你哋成功先。好，好，饮杯，饮杯。唔該啦。
心嘅，你又嚟 interview 啊？系啊。哦，唔怪得啦，原来系你。嗌住唔该都咁闩门，都冇乜边个似你啲咁嘅本色噶啦。你又够系啦，咪因为咁残鸡咁错仔，使乜咁啊？系啊，我系咁噶啦。你啲人自私自利啊 ，I C C 实唔会收你啫。你好好，你一样咁臭脾气，嚟咩 interview 啊？嘥车钱啦、啊！喂，好心你两个啦，中学斗咗五年都唔够，而家仲要斗？喂，我冇同你斗，系佢多口我讲句，佢驳句。系啊，你唔多口又会搭我嘴啊！你人听见啦，你硬系咁样噶。喂。封通知信嚟嘅，咁点啊？咁样咩名？诶，简明辉。身份证同埋通知信。哦。身份证。唔系啊。你冇带啊？我唔会，呢啲咁紧要嘅嘢咧，我一定会记得带噶。咩名？方卓文，罗家杰。身份证同通知信，唔该。揾个位，随便坐低。坐。阿 Sir， 头先我执咗封信，唔知系边个嘅咧？简明辉。系。执翻好晒啲嘢，揾个位坐低。哦。你好嘢啊 ！Thank you。嗱，大家听住，今日嘅面试咧，总共分三部分。首先咧就考默书，跟住就系个别面试，考 IQ， 考应对，之后就系考体能。整个过程大约两个半钟头，大家有冇问题？如果系其他纪律部队，女性嘅体能可能比男性差，但 ICAC 嘅案件性质唔同，需要嘅系多啲智慧。而我覺得女性比較細心，觀察力強，所以我覺得好適合。一個健全嘅社會，廉潔係好重要。每一個人都喺公平嘅原則同埋制度之下生活，先至可以發揮個人所長，社會先至會有進步。所以我希望加入 ICAC。九七回歸之後，所有嘅制度法理保持不變。我認為政府會大力推廣廉潔意識，而 ICAC 嘅重要性都相繼提高。作為一個 ICAC 嘅調查員，我認為非常之有挑戰性同埋有前途嘅。星啊，點啊？龍哥，你都睇到㗎。個工房始終搞唔掂，點批完工紙啫？我睇埋條下樓梯。好。阿龍哥，其實呢間卡拉 OK 咧，上個月已經要開張噶啦，我就負責呢度嘅防火工程嘅。不過而家遲遲都未攞到完工紙，個老細話要告我啊！你睇下有咩辦法幫幫我忙啊？呢單工程本來唔係我睇嘅，不過阿文叫到我嚟幫下眼嘅啫。我知道我知道。我女朋友话你同阿文好死党嘅，你咪当睇在佢份上咯。我都想帮你啊，但系消防泵水压唔够，批唔到员工纸噶。得噶啦，得噶啦，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嘅。提早俾员工纸佢，咁我哋有咩好处？你知啊，我哋一向同嗰四间有声誉嘅公司打交道。佢话过会同其他公司一样，喺台底湿水俾我哋。睇近啲啊！單嘢我睇你份上，多謝朱 Sir。朱 Sir， 咁麻煩你同阿星講聲，因為單工程佢跟開嘅，我唔方便插手。都好啊，方博，多謝曬你喎呢餐。多咩謝啊？冇你幫手，單工程都搞唔掂啊！我呢兩晚先有教好瞓啫。啊，龍哥真係犀利啊！點兩點真係掂。廢話時話，好彩佢介紹咗個 friend 俾我識啫。誒，等等。
喂。喂，阿邦啊，你几时到啊？而家得啦。哦，我啱啱同阿文食完晏啫嘛。点啊？半个钟头，地铁见。十三姨嚟噶。系啊，你讲讲。喂，十三姨啊。咦，文仔啊。喂，你唔喺屋企嘅咩？哦，你放心啦，我同你十四姨调咗时间啊，系咁先啦，拜拜。喂，你做咩咁紧张啫？我啱啱考 ICAC 啊，呢排会上嚟做家访。你知啦，阿婆又唔中意我做啲纪律部队，咁俾佢叽叽格格咁啊，唔系几好啦。你放心啦，有阿勤交大落俾十四姨咧，就一定冇事嘅。得晒啦，拜拜。十四姨，喂咩咁啱啊？十四姨，点解你会喺度嘅？唉，咪又写啲线稿咯，我老板叫你攞啲料喎，你真系最怕做呢啲嘢噶啦。喂，十三姨话同你调换咗时间噶。唔使惊，我见咗十二姨帮我顶住噶啦，系咁啦，拜拜。喂，劲喎。系唔系啦？打个电话翻屋企先，姐。喂，阿峰未翻喎。文仔啊，有一个人话 ICAC 嘅派嚟噶喎，我唔同你讲咁多啦，系咪先啦？喂，阿婆啊，阿婆。喂，点啊？冇嘢嘛？大剂啊呢镬！喂，饮茶。我唔该。阿 Sir 啊，我个孙真系考 ICAC。系啊。十二姨，喂，你去咗边啊？十四姨话你睇佢嘅。我西餅咯，塞住孖住把口嘛，得順翻條氣，而且可以招呼人客啊！而家阿婆已經招呼緊佢啦。嚇 ！ICAC 人嚟咗。唉，我俾你激鬼死啊！請問你咪 ICAC 派嚟做家訪噶？有啲係。哦，我係方卓文啊。哦，原來係你啊！乜你屋企人唔知你考 ICAC 嘅咩？唔係啊，入邊嗰個我阿婆嚟噶，你知佢咧年紀又大。有老人痴呆症啊，帕金逊病咁，讲嘅梗系冇句真，你唔好信嘅。啊，呢个我知，你有咩问佢咧？佢比较清楚啲我噶。啊，唔使啦，头先你外婆同我讲得好清楚噶啦。唔系喎，佢成日玩咗，成日讲笑，佢大唔透啊，几廿岁，你唔好信佢啊，真系。你问佢啦。不过佢话你为人公正，做事又负责任，呢啲全部系假噶。吓？咁你而家系咪即系俾文姐摆 ICAC 啦？好心着雷劈，等我帮佢讲咁多好说话，仲喺人哋面前话我乱噏嘢。唔系啊，婆，我见嗰人咧黑黑面咁，件衫咪湿晒，咁我以为咩啊？以为婆发烂渣俾茶泼佢啊？唔系啊，我唔啱啦吓，我唔着，你唔好嬲啦，好唔好吓？系嗰个 Sir 自己打烂只杯咋？孖子啊，咁你而家系咪真系肯俾文姐摆 ICAC 啫？哼，系啦，孙大孙世界啦，呗，我唔俾佢去啊，佢都要躝佢噶啦。多谢亨利。我哋已经暗中调查过呢个分区每一个消防队长嘅经济情况，大部分都冇咩可疑。不过喺其中嘅组长朱家达、队长钟庆龙同何振星曾经中过两次六合彩头奖，一次喺半年前200几万，另外一次对上三期160几万。虽然中两次头奖嘅机会系好微。但呢个数据唔代表啲乜嘢？我哋负责将呢区过去两年所批出嘅工程作出统计，发觉有部分工程比正常完工得快，而呢啲工程全部都系属于四间比较规模大嘅工程顾问公司。而巧合地，呢啲工程全部都系由何振星同埋钟庆龙呢两位队长负责。咁即系话开始有线头。不过最近有一间卡拉 OK 嘅防火工程系何振星负责，但系唔属于上述所讲嘅四间公司。咁呢个疑点？我今晚约咗个做防火工程嘅朋友去呢间卡拉 OK 睇睇，如果有问题嘅，即刻回知。一杯，庆祝阿文仔终于考到 ICAC。多谢。喂，你要饮晒先得噶喎。吓，咁系啦，剩噶嘛。阿邦啊，嗯，多谢你，要你使咁多钱。喂，千祈唔好咁讲啊！呢间卡拉 OK 嘅防火工程咧系我公司安装嘅，所以有字头嘅。啊，孖子啊，由得佢啦。呢单工程啊，多得阿文仔帮佢咋。如果唔系，呢单唔算数，下次要请我哋食餐劲嘅。你话点啊？点啊？食海鲜。点啊？啲防火设备有冇问题？嗱，楼上嗰层就冇乜点嘅，我再行多阵先啦，好唔好？哎 ，sorry 啊。伯母。阿哥。哎呦，乜咁啱嘅？系。嚟唱歌？
係。我喺前面等你啊，好嘛？好啊。拜拜。拜拜。喂。以前你唔唱歌噶喎，係咪同女朋友嚟啊？保姆啊，我有啲事走先。好。拜拜。拜拜。啊，點解要提你個女朋友嘅咧？嗬。話時話，以前究竟你哋邊個撇邊個？喂，頭先你唔係急叔叔嘅咩？係啦。哇喂哇！喂，頭先我見到條女好傻喎。咁張。系啊，咁佢喺边啊？喺 lift 口啊，快出去！仲跑？对，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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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我做咩？我大哥啊！我做咩？我做咩？我做咩？我十十五啊？咦？佢做咩事？因为停电啊！老婆，走啦！唔得，我妈叫我去厕所啊！我入去揾佢，帮我哋同佢走先。小心啊！走，小心啊！信心，时常能面对良心，天不会灰暗，或许是功不抵过，也不会疑问一片真。求成全便要牺牲，谁明白我心？论常和义利难分，不知怎去做人，一心想不思公正，却不顾你的情感。